今天挑战四连撸，如果有500个红心，明天我挑战五连撸，看吗？红心给我戳一下，看有点害怕了。最正确的吃泥螺方法，看好了。今天腌制大蒜头，手感非常非常的好玩。咦，哇，哎，马上咱们腌制一下，加点料，挑一个圆润的，盘它。铁子们，今天整了两只巨无霸，哇，两只大萌萌，手感超级赞，个头也很大，咱来腌制一下，加点麻油，辣椒面，少放点辣油，咱尝尝味儿。好嘞，就搂个大的。咱家铁子想吃的，给我戳一个小红心。乖。今天且抛个大袋子，这也叫绿贝。五脏六腑，主要就是吃这个柱，这块是精华。这一碗猪结成有多少？谁能帮我数一下？数得清的打在评论下方。搂一把。闷不下，真心闷不下，嘴巴太小了，张大嘴继续挑战一口闷，你们给我红心越多，我越能闷得下。哇，看一看，哟，准备好啊。真是棒。今天老郭心情好，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汉堡，三层的。他说有500个红心，明天继续吃，没有就等着挨打吧。哇，看着大肉丁，好饱满。今天我老公心情好，给我整了只大扇贝。扇贝可以吃，没有红心你试试。你别吓我，我胆小。哇，看看这么大个肉，哇，大肉丁，哇，看看，给我300个小红心，可以吧？来一串小鲍鱼，
麻辣口味的。大家铁子，这个视频能不能有200个小红心？有200个，我整个大的。今天吃雪糕，红橙2块大雪糕，里面还有一条鱼。海中大汉堡，咱家铁子说与辣椒油更配。有没有食欲？不够味儿啊，不够味儿，没有小红心，必须再来点儿。炸行不行？今天我挑战个爆辣一口吗？闷得下你们就给我个双击。你那不叫爆辣，这样才是爆辣。啊。大家铁子，如果我能闷得下，你们就赏我一个双击，我会尽力去闷一把。看着我都怕。长这么大第一次吃3条帝王蟹的蟹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有个红心。等一下，这样才会有双击。要不要这么狠？好吃，我再蘸一下。完全就给我一个红心吧。扒拉扒拉小魔仙，开一个大鸡排。鸡排开开，哇，开开开，哇！铁子，这个鸡排能收获你们多少小红心？嗯，加点辣椒油。太过瘾了，大家铁子，谢谢你们的红心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哪能吃得上龙虾呀？哇快看看大肉，哇太给力了。感谢你们的小红心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吃鸡排，可以了，来，来点火辣辣的辣油。这个视频能不能给300个红心？给了，我明天整只帝王蟹。今天吃鸡排，你们先验验货，看看是真还是假。咱浇点辣油。这个鸡排我花了10个大米，能不能给我100个小红心 ？Thank you。最近太难了，一个月生活费就整了2个小鸡排，我吃个小的，大的留给双击的铁子。
谁双击谁拿走吧。再撒点面，今天吃一个巨物。先吃屁股。苦胆战了。几干。